让我看看，我还真就没怎么看过，我也看看，我看看，你看，这不有两块吗？然后这有两块，这摸都硬的，这都有。然后这是棱儿，这不是负极，这是我的棱儿。全军出击！这台机器和其他人一样，是个贼。只剩下皮了，这是我的皮。而且没办法，我不长肉，他有的人他就是吸收，他就不行，你知道吧？我怎么吃他也没用。点你的牛，惨了也，点你，点你，他牛头学个顶。回来你不操虚弱，所以你就打辅助啊，你就打辅助。回来吧你，他俩还没交加血呢。拽你的牛，杀牛！小卡莎下路跟我们这么狂，过来呀！点你，拽！哎呀妈，你刘哥走位还行啊！我也回家了。德莱文一个人头，只要德莱文会玩，我们的下路还是挺好打的。要一圈，这卡莎不知道搁那等啥呢？要他一圈。点你的牛，点你的牛，可以上了。哎，这咋能没拽着呢？不用害怕，你就撸他就完事儿了，怕啥玩意儿呢？不需要害怕，明白没？我不明白刚才这个为什么没拽着啊？拽你的牛回来吧你！给 W 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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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了就活！
哎呀，还行，死了，这伤害太低了。You have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从来不肯定有人零伤。我去插个眼儿，这眼儿要插，你就得往这儿插。不往这儿插，这梦眼飞，他就没办法。对你的牛，回来吧你，给加速。哎人啊，大哥，怎么最后一阵也不 A 了呢？卡了。别怕，这德莱文扶着一等就没了。但其实也不怪他，你撇你也没。先来个玻璃镜，能不能赶上一波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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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这怎么回事？给我下当了。那蛤蟆一瞬间就死了呀。虚弱留着什么时候？剩我一个了，虚弱也没用了。啊？ Shut down. 你点啥呀？你他妈能吃到啊？我漏不漏的，我也不用补别人啊。这是他这太气人了，他自己撕不着点，不是点什么玩意儿了？点啥呀？
我给 ADC 炸了。你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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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艾黎。跑得好快，我醉，回来吧你！恐惧小兵，听说啥时候教啊？教慢了，教慢了。我的虚弱，我乐意啥时候教啥时候，你管着吗？差点钱，他要你命似的。那小兵是他爹。应该出帝国指令，应该出皇冠的。这啥意思？哎，牛头扛塔，时间有点长啊。哎，我这大招。怎么跟没有似的呢？我这大招，我这大招相当于没有啊！我寻我一个大，他俩自己打，完事我们在这看，让他砸他们，时间太短，1.25秒确实有点短，太短了这花招。那中路个潘森打不过卡特呗，哎，真愁人呐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还有那潘森飞没飞过大呀？怎么都没见过大招呢？没飞过吧？我感觉没飞过。能来一下下路不？等你来完，黄瓜菜都凉了，龙抢着没啊？啊，抢着了，龙抢了，可以啊，那还行。龙抢着了，还是很 beautiful 的。好累呀、哦。德莱文玩的真累，啊，这么痛！梦魇被打死吗？
You have been slain.出点啥呢？没啥出的，出个钉吧。潘森太愁人了，先压两级，大招飞一下子呀！你是没有大还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？哎呀，算了，我不问他，我问他也没有意义。大流，哎，来个人，这梦魇红不能给他呀。把红拿了。还是我打死的呢，这个钉确实是很有用，我决定出个钉，这英雄没有位移，跑得慢，来个钉，来个钉挺好。我们家有爹没，也就得来文了。哎，那鱼也可以啊，跟着那鱼走。哎，这潘森终于飞一回来了。太笨啦！打人真痛啊！谁投降？德莱文投降了，投。不相瞒了，别指望德莱门了，不太行。那你说指望谁呢？家里头就没有指望的人，玩潘森打不过卡特，你说，哎呦我操，人压多少级？压三级。玩潘森都打不过卡特，你不如玩个后期英雄，玩着玩着玩着。打着
来了，开大招，踩他！可以来一刀。飞哪去了？然后好盾，可以。建模怎么回事？建模杀建模！来蓝木给，来你下我上。回来吧你，加速，可以大龙。快点速度，别磨叽，别人接斧子了，原地打吧。走，哎呀，又打起来了。我这大招死了。我寻思卡特能进场呢，我正好预判一个大招，给他拽回来。小苏，上！你被强化了，快上快上！你被强化了，给你加盾。哎，这怎么死的？好奇怪啊，这怎么死的？十五吗？啊，十五自己烫死。家里没奶妈，我来个奶妈，我负责奶妈。这大龙一打完，这就不一样了啊！钱买不到幸福，只有生来富有的人才会这么说。卡特挺狂啊，鳄鱼在上路呢，来直接大招，别急，后续弱，给盾，后续弱，鳄鱼没在呀，我为啥钉也没放呢？哎，我钉也没放出来，我这啥都没放，哎呀，真菜呀！玩啥呢？这是，我忘了我有个钉了，想着点啊，一钉二虚弱，翻大招，四云跑，把大招留着给卡特。我这个大招是那什么的，得预判，放的慢。小龙，没事，小龙给了吧。那一个小破风龙有没有都行了。
出来团啊。我们的团战还是需要的鳄鱼的。德莱文没给他放出来，他死太快了，我都没看见他咋死的，我都没瞅着他咋死的，他就没了，我都没看见人，黑天了他就没了，一瞬之间融化了。一波不了，藏着拆了吧。春哥15可以了，我是个傻逼，哎呀我真是个大傻逼。出点春哥15，那卡特就没那么好秒人了。骂人，我骂自己还不行吗？我不可以骂自己吗？走一下基地吧，兄弟。他们4-5推应该也推不下来。他想推主基地，他推不掉。虚空已经标记。谁大？给盾炮虚弱接钉，没钉出来呀、啊、德莱文活没呀、啊、炮，哎呦，德莱文咋没活起来呢？这钉不如不买，我这玩的确实不太行。